自己那都绑着呢，还能帮我解开？哎呀，你过来吧，我说能就能。方吧，你说呢？好，我问你，昨天夜里我们在哪儿？东柳林镇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我救了你的性命，你却给了我一记耳光。你真的没事啊？好了，没事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哎，你等等等等，你没事，干嘛要装死啊？伤心了一路，当然是为了他。远方兄弟，开谷兄，我们又见面，虽然很不容易。远方兄弟，我还以为是你。我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你别怪我。哼，我怎么会怪你？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，定是奸人使用易容之术，扮作我的模样诱你上钩，然后制住你。是啊，当时我的惊诧无法用语言形容。被押到这里的路上，我百思不得其解，没想到事情竟是这样。不错，若非小弟在数年前已经见过如此精湛的易容之术，因此识破了他们的诡计，早做准备，恐怕今天我也会招到。哦，我终于明白了，你之所以假装受伤，就是因为你早就看出那个李凯固是假的。是的，当我知道了这一点，就立刻明白了一件事，真李凯固不是已经被他们杀死，就是落到了他们的手里。于是你就假装受伤，让这些笨蛋带我们来到这里救出李凯固。嗯，你真聪明，可是为什么事先你不对我说一声呢？为什么一定让我为你担心呢？当时因为事起仓促，没有时间告诉你，而且什么？你从来没有想到过我。你永远是这样，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。好了，我在外边等你。远方，好兄弟，你我第一次见面就已经惺惺相惜。我李凯固很少许人，可对你我佩服啊。为了只见过一面的朋友出生入死，你是大侠呀。凯固兄，我不是大侠，我是牵牛卫。什么？你是牵牛卫？不错，我是狄阁老的贴身护卫，牵牛卫中郎将。这么说，你不是来救我的，是来抓我的，对吗？抓你？不是吗？为什么？你这是明知故问。迄今为止我所了解的仅限于你的性命，还有就是你劫走了朝廷的犯人。什么？你并不知道我的身份？这正是我今天想要问你的问题。
不管你是来干什么的，既然我认了你这个好朋友，就该信任你。即使什么？即使你要将我抓捕归案。抓捕归案？我是原崇州右营将军，那天劫囚车救下的就是崇州刺史邱静。这一点我已经想到，只是我没有料到你是右威卫的将军。现在我倒返崇州，退进贺兰山，成为朝廷的第一号要犯。怎么样，如果你现在将我捕回崇州，那是大功一件呢。我只想告诉你两件事：第一，我不是来抓你的；第二，我们是朋友。我相信你，太姑兄。我有一个请求。啊，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生死兄弟，请求这两个字，以后再也不要提起。说吧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见见邱静。没问题。大帅。哦，大将军请起。啊，行辕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哦，啊，来。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办妥了。宋无极和另外两路进剿军的主将都已被末将擒获。那军队呢？暂归左卫麾下。好，做得好。张环呢？在。将宋无极押到帅帐。是。啊，请。来来来，李将军，立刻到后面将邱大人请出来。是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临时营寨。如此偏僻的地方，难怪官军找不到。就是啊，在这么偏僻的地方，连粮食都没有，当兵的吃什么呀？哎，这个我老小姐操心呢，我们并没打算在这儿长期驻扎。哦，二位里面请。好。李将军，啊，哎呀，柴姑，你可回来了。都以为你出事了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是出了点事，不过已经化险为夷。啊，啊，我给你介绍一位好朋友，这位是牵牛卫中郎将，朝中宰府狄阁老的护卫李元芳，李将军。啊，在下邱静。邱大人，久闻大名。敢问将军，是狄阁老的护卫？正是。将军，您说的狄阁老可是狄仁杰狄大人？不错。怎么狄大人现在在崇州？正是。狄大人现任河北道行军大元帅兼崇州大都督，现率军连夜兼程赶赴崇州。邱静。终于有伸冤之处了。进去，进去，跪下！你大胆狂徒，见大帅竟然不跪，你有几个脑袋？什么大帅？不安三军之事，却知三军之印，临阵拘捕大军主将，实在是令人齿寒。你。军主将，说得好啊！就是那个指使官军假扮土匪、血洗东柳林镇的大军主将吗？杀良冒功的将军，残害百姓的主帅，亏你还有脸说什么令人齿寒？真是不知世间还有羞耻二字。末将不明白大帅的意思。是吗？押进来。是。
进去。啊，是你？是小的，宋将军，您就认了吧。这位先生什么都知道。你都说了。是，可小的也没有办法。官禽兽，无耻恶贼，指使官军杀良冒功，残害百姓，已经是罪不容诛，而今落在本帅手中，竟然还不思悔改，进得帐来大言不惭，以将军自居，真是恬不知耻，可笑之极。大帅开恩呐，末将也是无可奈何。无可奈何？宋无极，我告诉你，事情的始末缘由，本帅已经清清楚楚。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要下令杀死东柳林镇上所有的百姓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你要想清楚。是大将军王孝杰下的令。为什么？具体的不太清楚。只是说有个契丹密探藏在东柳林镇，却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。契丹密探？正是。既然连人都无法辨认，又怎么知道他藏在东柳林镇中？大帅，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，只是接到大将军的将令，要末将对东柳林镇上之人格杀勿论，绝不能令奸细漏网。岂有此理！大帅，末将所言句句属实，请大帅明察。押下去。是，走，走，走。恩师，真的让您说中了，血洗东柳林镇果然是另有内情。契丹密探怎么会躲在东柳林镇中呢？这其中大有文章啊。哼，看来我们是该见一见这个王孝杰了。哎，事情就是这样。真的，王孝杰这个奸贼，为怕事情泄露，百般遮掩，竟不惜动用官军，在半路设伏，劫杀牵牛卫，除掉邱大人，杀人灭口，掩盖真相。要不是我及时赶到啊，此事就真的冤沉海底了。那天我在峡谷中遇到的，也是这一幕。正是。那些紫衣人，是王孝杰麾下的官军。说紫衣人从贺兰驿中带走的那些唐报，为什么会是邱大人所发？原来事情是这样的，要马上让大人知道。邱大人，开国兄，如果二位还信得过我，请立刻随我到崇州面见大人，说明原委。好。
末将右威卫大将军带崇州刺史王孝杰率麾下将变崇州辽属合成军马，恭请圣安。圣公安。万岁万岁万万岁。大将军请起。谢钦差大人。啊，诸位请起。谢钦差大人。孝杰将军孤军镇守崇州，绝功甚佳，皇帝圣意劳军，李某代转问候。王大将军辛苦了。啊，孝杰兵败，愧疚难当，岂敢妄言辛苦二字，谢陛下天恩，谢钦差大人。啊，好了，王大将军，你看看我把谁给你带来了。啊，大将军。大将军，铁汉，是你。大将军，铁汉不辱使命。铁汉，你做得好，做得好啊。多亏了狄大人，否则卑职就再也见不到您了。傻笑什么？假的，假的，假的！就知道你又是老三样。别喊了，再喊打你屁股。哦，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小杰，谢大帅隆恩。哎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嘛！啊。大将军呐，这位我就不必介绍了吧。数年未见，全大将军风采如昔呀！啊，王大将军，你也是越发的英武逼人呐！啊，这位是钦差专属卫卫郎曾泰曾大人。啊，大将军。大人。啊，大帅。啊，末将给您介绍。这位是右卫卫将军苏鸿辉。大帅。哦，苏将军。这位是赵将军。大帅。赵将军。这位是法曹王大人。大帅。啊，这是银曹李大人。大帅。这是粮曹张大人。大帅。哎，大将军呢？ 啊怎么没有看到崇州的长史和司马呀？此事容后再向大帅回禀。哦，大帅。啊，末将已将大将军府改作大元帅的钦差行辕，请大帅助臂。哎呀，有劳大将军啊。请。啊，请请。这俩人怎么样？等等，请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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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将军成功之捷，驻守崇州之时，便是在此安扎。哦，啊，这里是点将台，后面是成功祠和二堂。嗯，这里共有几进院落呀？共有三进，旁边是东西跨院。哦，大帅啊，这个地方是小了点，但是也没有办法，崇州是边关，条件简陋啊。哎，已经很好了，让大将军腾出自己的房子。我已经是于心不安了啊。哎，啊，请。哦，大帅。嗯，这就是我们右威卫大将军成功之捷的灵位。成功忠勇
乃我辈楷模呀！快走！是啊。大将军啊，刚刚我问到崇州的长史司马，你好像有些难于其口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大帅，崇州长史及司马乃是邱靖手下的爪牙，暗通邱李二贼阴谋反叛，被末将拿下。然昨日二人在狱中畏罪自杀了。哦，那刚刚北门街上那些人啊，都是二人的家眷。说他二人参与谋反，可有真凭实据啊？虽无真凭实据，可此二人与邱靖、李凯固走得很近。李凯固阴谋反叛之时，城中大乱，末将生恐这二人推波助澜，激起民变，于是便派人将他们锁拿起来。可是没有想到，哦，罢了，如此处置，也不能算错，啊。谢大帅体面下情。这二人是关押在同一牢房吗？哦，不是，分别关押。分别关押却不约而同的畏罪自杀。是啊，是末将疏于防范呢。这可真是凑巧之极呀，啊，看来这二人真是心有灵犀呀，啊。走，大将军。大帅，前几日李凯固起兵谋反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末将在唐报中已详细说明，怎么大帅没有看到？我当然看到了，只是有些细节要向大将军询问。是，情况是这样，朝廷下旨着牵牛卫押解崇州刺史邱靖进京，不想半路被歹人劫夺，所有卫士全部殉难。此事我已经知道。哦，那么大将军是如何得知此事是李凯固所为呢？是一名军士亲眼目睹，领头的匪首就是李凯固，于是末将连夜派人侦讯，此贼见势不妙，便率军哗变反出崇州。你是说有人亲眼看到了李凯固？正是。一名军师？是。可刚刚孝杰还说过，押解邱靖回京的是牵牛卫，而且全部殉难，怎么会有一名军师看到了李凯固呢？这大帅，当时有一名军师正好路过此地，恰巧看到了李凯固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小姐啊，有话尽管直说啊。是，末将刚刚在成功祠前见到牵牛卫压着两个人，其中一人看形貌似乎是前营将军宋无极。正是。宋无极奉将令进山清剿李凯固叛党，不知大帅为何无缘无故将其羁押呀？这个宋无极是孝杰的手下。正是。此人罪大恶极。哦，何罪啊？司令官军假扮土匪，杀良冒功，残忍之极。这不可能。哼，怎么不可能啊？你以为摆在你帅案上的那些首级真的是李凯固逆党？大帅，这是何意？
那都是贺兰山中无辜百姓的首级，崇州治下安善良民的先贤。我不相信他们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大帅，您可有证据？证据确凿。以何为凭？曾太，这是千真万确，也是本帅亲眼所见。东柳林镇遍布无头尸体，景象惨不忍睹。我要亲手杀了这两个狗贼。小姐啊，杀人很容易，难的是问出事情的真相。大帅所说的真相是什么意思？怎么，难道孝杰不知吗？大帅是说，是我王孝杰下令让他们屠杀百姓，杀梁茂公。孝杰太敏感了啊！哼！大帅恕罪。这王孝杰真是妄自尊大，大帅代天巡狩，他竟敢当堂顶撞，真是岂有此理！按律，该治他个大不敬之罪。他是无话可说了，再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。哦，好了，一路辛苦，你下去休息吧。啊，是。恩师，您刚才这招敲山震虎真灵，他立刻就露出了狐狸尾巴。是啊，崇州长史司马竟然在我到的前两天同时自杀，这不能不令人起疑呀。这里面定有文章。还有，刚才当我问起那名看到李凯故的军士，他竟然难以自圆其说，最后那个苏红辉居然说什么路过此地恰巧看到，哼，真是可笑之极。看来李凯故造反这内中尚有隐情，可惜我们见不到李凯故和邱静本人，无法得知当时的情形。恩师，还有，当您提及东柳林镇，他的神色甚为惊慌，我敢断言，此事他不但知情，而且必是主谋无疑。曾台，你立刻传我的口谕，命崇州提刑官按下长史和司马的尸体不要掩埋，今夜送到我的刑园之中，我要亲自验尸。是，去吧。大将军，狄仁杰今天的话可有点不善呢。他敢怎么样？我是皇帝亲封的正三品大将军，
他也不过是三品内阁而已。我王小姐给他面子，尊他一声大帅，惹急了我，哼，我掀了他帅府。大将军，说这种气话是没有用的，人家是钦差，是大元帅，要捏咱们还不轻而易举啊。这东柳临阵的事情，哼，怎么会让狄仁杰碰上？宋无极也真是岂有此理，而且是谁让他杀光全镇的居民？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大将军，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，想想该怎么对付他。立刻命人昼夜监视钦差行辕，只要有风吹草动，立刻向我禀报。还有就是宋无极一定得要回来，否则我们的处境会很不妙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飞鸽传书又来了。哦，大将军，什么消息？这回要让狄仁杰看看咱们的身手。李将军，怎么样？打听清楚了，狄大人已经到了崇州，就驻扎在大将军府内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李将军，我们现在就走吗？我说邱大人，真看不出您还是个急性子。这外头人这么多，万一走在街上有人认出您和李凯顾，那该怎么办啊？哎，这丫头说起话来，就像吃了泡上药，砰砰砰的。哎，那也比你强啊！关键时刻净说废话。如燕说的是。以二位现在的身份，还是小心为好。嗯，是啊。这样吧，我们等到出更再出发。好。嗯。是谁？早晚有一天，你会比我的下场还要悲惨。至少你是看不见了。
大汗，开门！大汗，大汗，开门啊！不开，不开，大家都休息了，别再喊了。哦哦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又犯病了，再喊怎么办？打屁股。对，狠狠的打。大人来了。老爷，嗯，迪春呐，啊，干什么呢？哦，那个大汗又大喊大叫的，我们跟他逗着玩呢。哦，大汉呐，你还好吧？他没什么事。老爷，老爷，你想什么呢？哦，没什么。迪春呐，哎，你要照顾好大汉，他是个呆傻之人，不要总取笑于他，听到了吗？是是，嗯，走吧。是。恩师，都准备好了，尸体已经运到在后堂之中。好，去看看。请。叩见钦差大人。啊，起来吧。这二人是怎么死的？回大人，是上吊而亡。哦，把他的头抬起来。是。嗯，等等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